礼拜我们就要结婚了，大家都问白眼狼跟我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，正好他们都遇到了。但是你俩的衣服呢，整体来说都很炸裂，但是不失好看。谁先换啊？那你去。哎，你今天不做饭你还不行？我没有。我都不敢想我那件是啥样啊！哎呀妈，爆满！挺好。给我，请柬包啊！不是，咱俩共用一个请柬公司。买了没啥不穿，那里边不穿。便宜定制的7XL，就是死都退不了，只能给你。到时候你就跟我一起接亲，一起堵门，对，有吗？有吗？来吧，你的更炸。这个地是全敏亲手绣的，找不着重点了怎么？这个弟弟我当然认得了，他的底我也认识。对，为什么是妹妹呢？对不起了老弟，谁要你是我弟？你俩结婚真有人去？到时候啊，看伴娘，迎宾，迎宾。